小帮手啊，小帮手，我期待小帮手。哎，胖子哥，哎，胖子哥，哎。I like to be educated, 好棒，赞赞赞。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e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ight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you.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's game. Signed up for the hall of shame. I wish I knew.不管你去哪里，我不管你多久没有回来了，都是一种家人回来的感觉。我发现我很想念他，好像见到亲人一样。耗子回家了。耶！在我看的时候，我会傻眼，我会觉得我的信任好像没有被重视到。每一次客人走出去，他写给我们的评价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意，我们很在意。现在如果外场的餐桌我来吃饭，怎么可能？你会怎么样？当下其实心里有点不舒服。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交给你们那么多事情，这边是在拍节目，也是在经营一家店，你不要哭哭。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我会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。在晶状植物生长的地方，它走路的同时手上会一直拿着一根用来给自己筑巢的植物茎，手上拿着的茎是重要的武器。我要教你们攻读生的生存之道。怎样？就是如果前辈说什么，就当作你不管有没有听到，就说哦好，哦好，好，要回应，哦好，对。然后如果你他就说，哎，你干嘛什么什么，你就说啊有有有，我要去弄了，这样。比如说前辈问你说你要不要休息，就毫不犹豫说哦好，你就说没关系，我 follow 你。什么？对。这样被骂也不会是我先被骂。这里有阳，这里不用晒太阳。对对，就在这儿。好，我们就在这。啊，哎，你看他们俩在外面采花，超级可爱哎，春仔，超级可爱的。哎，很优雅，很优雅。很 Q 哎。他不能晒到一块阳光哎。它全方位防晒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那花园里面有一种迪士尼公主的感觉。对，它只差比来比去，差几只，差几只小鸟，就有鸟飞过来。差小鸟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够了吧？好优雅。哇，哎，你好像法国人哦。戴手套，他那个手套看起来很高级耶。为什么差别待遇，张立总？不是，你自己看，他很像。把我的酒给我。你用瓶子喝就好了。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洗杯子。不是，哎，有人可以管一下我们小帮手吗？他叫我表演把这一支喝完。你快一点。我真的可以喝给你看。怎么会？他的笑点。我们的贵妇，他在哭，为什么哭？为什么哭？好累哦，又好热哦。他说好热，又好累，好累又好热。那你去旁边休息。好委屈，你赶快去休息呀。我把它定。不是，我没有哭，我开心。不是，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欢乐。你哭了，你不要哭嘛。我没有哭，我没有哭，太
太热了，太热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们去上厕所，我里面全部湿了。啊，那个人呐、啊，在很极端的那种热的那种状况之下，会就是有一点失控，然后又变成哭，又笑又哭，哭到笑，哭，you know，笑到哭，那只是因为太热了啦。